主的听，伊个心软小火，把咱的敬意来来服务。这是咱的三条，听起哩。真侪花上野花花的山，真侪画我伫异性做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，心清洁，无尊心，无妄虚假，救助无肯干鬼的人，这予人袂得到野花花祝福，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伊以上，咱这是。咱做起来啊，祈祷。主你听，我上帝，我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拣选我，你就把你的灵魂放伫我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予我真多会通依靠你的人。当我依靠你，万事拢会。若是离开你，就完蛋，我的足凄惨。但是，我一直以来，你就是引导我，渐渐来接近你，来得到你，来站在你的内面，我的心、我的灵、念念、思思，拢是以你为大，我要感谢你。只是，我抱着安尼信心，我要一个来为咱教会。来祈祷，祝安在你设立永福教会伫遮，目的就是爱得到永远的福气。阮伫遮毋是摆咧好看，但是阮是来甲你福音传播出去。当时阮的目标就是要用阮的社区、阮的周边的人、阮的邻舍来传阮的福音，来甲阮的贴心。来传扬出去，这是即马这世代，阮照顾老人、照顾社区应该做的。就安尼，阮特别感谢阮有领导的牧者，阮也有好的同工甲团体，像是阮的朋友，也是做来也是一级棒。伫遮，阮做伙打拼，同心合意，为着永福的未来，为着伊天国的福音要传扬，阮就伫遮安尼做。你无影响阮的意见，你也无想讲阮老化上大上紧，但是阮伫遮勇敢，阮会伫遮热血啦，阮就来做。阮也想着。阮坐坐兄弟姊妹，无论身体还是心灵，常常会失志，也会衰烂。但是伊永远用你的话来安慰阮，激励阮，互阮勇敢来硬头顶顶。若是身躯有疲倦的，就你着小事，阮有好的心情。好的力量来去招济，好的医疗，伫遐，毋干呐，阮得到好的医治，也予阮心灵得到安慰。若精神有失志的，相信你的话也是上好的安慰，上好的医药来予阮毋担心。若是亲人中有失事特别悲伤的代志。你也安慰伊，也激励伊，因为连五万是伫这世间难呀，咱的五万是来肯定咱天国伫遐的所在，万得感谢你。这时阵，我也知一个细囝为着要考好的学校，伊参加备考，就叫你教伊，互伊呢准备到遐。予伊个考试得到你个帮助，予伊心智也是向前行、向前看。但伫成绩出来时，也应带伊去选择好个、有适合个学校。
来读，哦，伊个才能，哦，伊个成长啊，得到一个引线。阮即时甲你伫遮来宣告，祝有你充满一滴啊，阮个中间，互阮伫遮个坐，伫遮唱歌，伫遮啊听道理，让我安静心啊来面对你，伫遮。来得到好的美妙，未来的日子，我呐就安尼来行。我这边也要感谢你，有一天当工，伫遮准备今仔礼拜后，我的迎新会，祝你甲因弟弟，可以啊计划，可以呢努力辛苦啊得到你的啊祝福和。这半年来，来到咱教会来愿意去接受，继续来教会聚会的兄弟姊妹，互因好的教材，互因有好的感受，继续来领受伫天边来福分。阮即时要来开始今日所有的聚会活动，祝祝你啊，祝福平安。我来困求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Thank you.